我们昨天就到然屋了，然后跟惠子还有静静见面了。今天又来到我的兄弟家，他带我来在这里看有演出，是不是？对，有唱歌，有跳舞。对，很多关注我时间久的应该还记得他，次人罗布，还有这小伙子，好久不见了。咱们一会儿就到这个寺院，到寺院里，外地人是没有当地人领是不能进的啊。因为我有兄弟，咱们可以进里去参观，可以看一下，可以了解一下藏族的，文化。快点啊，你俩！蒙的那么严实，都不认识你了。这个寺院叫修灯寺。对，修灯寺。一会儿咱们就进去。今天第一天。第一天。对。一共几天演出？有五天。五天演出。上午是干嘛了？就去现在跳舞。跳舞，上午跳舞。对。现在是唱歌。这里打招呼嘛 ，Hello， 这个叫次人罗布，次罗布大哥你好，次人罗布，次人罗布，次人次人罗布，次人罗布，罗布罗布大哥，罗布大哥，就你们三个，还有一个一会儿来，咱们先去嘛，好，咱们先去，一会儿再接他，去，啊，走了，修灯寺，小伙子，这个真藏装真漂亮，啊，真帅气，你好你好，你好，好，好了，外面很多转经筒，对，这里风景很漂亮啊。这是一个主持人，应该是啊，他在介绍接下来的节目。刚才我兄弟告诉我，这现在呢也不是什么节日，只是一个虫草开采的一个季节，因为天气好了，然后呢就相当于咱们内地啊，在种庄稼或者收秋啊，就这种概念。然后他们天气好了去采虫草，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儿，因为要赚钱了嘛，所以说要庆祝五天啊。这五天呢有赛马、赛跑，还有跳舞，还有歌唱。刚才上面有介绍的，就是咱也听不懂，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进行下一话题，进行下一个节目啊。看了很多人啊，这些都是附近的村民，比如康沙村啊，还有跟前的这几个村呢、很多人都来参与。제보충아이샤니재미게떠야한데멀티가피지지나마사마디가수지켜도야가기다려Yeah.
达西，永远的嘞。叫什么名字吗？一个，我叫卓玛拉。卓玛拉，你呢？巴姆。巴姆。嗯。你呢？你的爷爷在线。他叫不好意思。他叫卓玛拉姆。卓玛拉姆。你呢，美女？我叫卓玛。你俩都叫不好意思。刚才你跟我说这个盒子是干什么的？这是我们家乡的特产。特产。这是地里种的吗？啊，在地里种的吗？这不是地里种的，那个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哦，这个有天珠，还有这个叫什么红啊？叫这个带的。哦，你也有，你俩还不一样。有呀，他这个天珠。这个盒子里边装的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嗯。年龄大的。年龄大的他又说的我又听不懂，你们会说普通话，完了你们又不知道，不知道。现在这个是什么舞蹈？锅庄。这个曲儿叫什么曲儿？这个音乐叫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好看，跳的。好看。走了，我这去找我那朋友去。那谁牛哥呢？等我一会儿，姨娘，我去找。走了。去哪里？上你家吗？好吗？好。去你家吧，去你家。我家现在再没人了，人都在这儿。还看一会儿吗？看一会儿，晚上去吗？晚上去，差不多六点。啊，那也可以。那我先去冰川转一转。哪个冰川？那边。来过，啊，好，我先上冰川，好，一会儿见，好，好，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打电话，走了。